今天玩的竞拍每个都玩一下，然后现在把它拆开。四季史莱姆，我见到最多参加测评就是那个进度条史莱姆的测评，什么99%的进度吗？那个我最懂了，99%的进度就意味着要闪退了。嗯，很多编辑软件都是这样。这个泥是和我的光色神器一起到的，我先拆开我的光色神器。心灰意冷，之前买浅色的太浅了，显胖，买了个深色太深了，焦糖咖啡色简直就是。这个泥叫晚秋，我也看过这个电影晚秋，汤唯和那个谁来着，玄彬演的。这个泥有点南瓜羹的颜色啊，然后这个拉布呢扯布呢是非常的流畅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小泡沫球作为点缀，手感是非常软质。我近一个月以来没有玩到软质的泥了，在我这儿的泥都冻得非常的硬，这个真的让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来自史莱姆的温存。这个泥的手感有点像春碧的，我只是说手感有点像春碧，它用什么做的我也不知道，商家也没有告诉我，我只是很久没有玩到这种软质的泥了，稍微有一点点 surprise。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欢玩软质还喜欢玩硬质，反正我是当所有的泥都很软的时候我喜欢玩硬一点的，当所有的泥都很硬的时候我喜欢玩软一点的，就喜欢这种反差的感觉。今天这个视频非常的仓促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仓促，其实我一会儿也没有事儿干，只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时间上班时间，所以四舍五入我在摸它怎么黄了，它好黄呀，它黄的让我以为这个贴纸本来就是黄的。下一个是超能力，是我没有的一种能力，超能力为什么是绿色的？这个封面有点像 COS 奇异博士的伏地魔，这个是非常的硬，这个是洗护液的味道，但是我闻到了一股仙人掌，类似于仙人掌的味道，倒是也挺清新的。然后底部呢是有一张金箔纸，然后这个金箔纸在按压的时候呢会有碎裂的手感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但这个泥真的是太硬了，手感很像绿色硅胶，韧韧的，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软化玩。怎么说呢，这个绿色让我想到了被割的韭菜。我怎么记得之前有一款泥叫不焦绿，也是这个样子，也是这个造型，是我记错了吗？难道是我是在梦里遇见的吗？然后这一款叫月光玉，这个卖家很任性，很任性。他们家的这些香味都不是食用香精的味道，都是一点就是沐浴露啊、洗发露啊这种的淡淡的香味啊，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新的。然后我们加上他送的这个填充物，薛定谔的填充物啊，穿两下就没了，好像没穿过一样。看到这个泥我又召唤了我的回忆，我之前卖泥的时候也出过一款泥，也是这个颜色，叫蓝朋友，后来我改了改叫蓝莓情茶，就是这种蓝紫色，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它这个质感比较软，刚才是我拉的太仓促了啊，你这样拉的话它还是能续上的。我觉得加那个软陶片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为它被淹没在里面了，应该需要加刚才卖家送的那个肥皂片，但是我这个人一旦玩起来我经常会忘了卖家送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我的就忘在一边了。我后来剪视频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可以把那个肥皂片放到里面。这个也是非常软质的，起泡非常轻松非常快，但是到最后呢有一些粘手。我感觉我今天的这个测评的这个流程有点像流水线作业啊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。接下来这个没有名字，是什么火山喷发吗？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颜值，没打开我就很喜欢。这个颜色很像热带水果茶，里面黑色部分很像百香果那个籽，然后从侧面拿一刀，然后从底部把它打开。它的这个热缩膜的纸真的好硬啊。很喜欢这个颜色，目前为止这几个里面最喜欢这个，有点像木瓜色，上面这个黑色部分不知道是什么，还不掉色呢。我要把它单独薅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声音，好像没有声音。这个是一个麻薯手感，然后加上它这点晕染，感觉有点像糖心麻薯的感觉。糖心麻薯好像也是某个泥的名字吧，有点像冷冻的一大块那个百香果蜂蜜茶的样子。这个在手里团是很舒服的，硅胶感很强，它整一个是非常厚非常实的那种感觉，像一个液体小皮球一样。这个泥对新手来说应该是很友好的。好了，玩完了，下一个，该下一个了。下一个是最后一个，然后这个叫啥名字？没有名字，无名氏。这圈小手链还挺好看的，我以为能抠下来呢，不能，它不能戴在我的手上，它只能挂在盒子的腰上。这个英文单词我还以为是 stupid 呢，原来是丘比特，丘比特是这样拼的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里面是淡淡的粉色和盒盖上的贴纸相得益彰。这个应该是个水潭，手感是挺舒服的，但是这个香味太奇趣了。
差点又忘了放配件，打开这包，哎哎，给我吃掉。虽然这个味道比较浓烈，但是那个还好是洗护产品的香味，没有那么难让人接受。然后给它网格一下，哇，他们好合适啊，好合适啊，但是拉出来有点貌合神离。